我现在看有外国的媳妇在中国，他们现在可以回家。哎呀，我一直想，我什么时候会回家？什么时候我会带我宝宝回家？什么时候我宝宝会去看他们妈妈的国家？看见这些文化都在，这怎么打呢？一天有一集。大姐，大姐，你看。我摘的红瓜就这么大去摘，你就这么去摘了，很大，很好，来吃。对，怎么了？不开心？哎呀，和妈妈打电话，她说奶奶、外婆现在年龄很大，身体也老了，他们不知道会不会看宝宝，但是他们一直想这个，你知道。嘉欣小时候，我的外婆帮忙很多，因为我有看好景，我的外婆一直帮忙看嘉欣，你知道。然后现在我的外婆一直说：“哎呀，我不知道我会不会看嘉欣了。”老人会念，肯定会念，宝宝他们能够回中国好几年，肯定会念。但你没有办法，你那边打仗，那你怎么？怎么办？嘉欣差不多6岁，他5年在中国。对呀，人口爸爸5年在这边，都没在那边，他肯定也是会念。对呀，因为你知道那个时候嘉欣是小小的，我的外婆叫不好，他不会走路，但是他一直抱嘉欣，你知道。我的奶奶现在也一直说：“哎呀，他们现在在干嘛？哎呀，我现在80多岁，我会不会看他们？还有一次，我会不会看他们？”我听这个我心里毫不舒服，你知道？因为我也不知道是，哎呀，没事没事，那个就那边就。还打仗，一不打仗就那个去过去，还打仗。是的，还打仗。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回听，你知道？我去年非常要去乌克兰带宝宝，你知道？但是那个时候打仗好的非常非常厉害。对。我们想好的明年带，明年来了，现在差不多也要返家，还是打仗，你知道？我的意思是，我不知道明年或年。会怎么办？你知道？我的意思是，我会来，我的奶奶、我的外婆还在不在？你知道？我这个意思。真的想回家。想回家？那你那边还打仗，你就怎么回家？那过去。但是我家还可以。还可以转一大村，你里面去一家去，我们这边不放心。我知道，我也会明白这个。我现在妈妈也是一直说话，她明天50岁，你知道？然后她说：“哎呀，我的最最好的礼物你们来，但是她也明白我们不会来。”你明白？对，就应该打仗，不打仗随便先去。之前我们以前去之后，也一天两天就到家了。现在那边打仗太麻烦了。我现在看有外国的媳妇在中国，他们现在可以回家。哎呀，我一直想，我什么时候会回家？什么时候我会带我宝宝回家？你知道？因为他们的国家现在安全。你明白啊？我的国家什么时候会好？什么时候我宝宝会去看他们妈妈的国家？你知道他们的爷爷奶奶，他们什么时候会去看？好的，我知道100%，明天听了，好的，没有问题。但是一年、两年、10年、20年、100年，我不知道。
一直说，哎呀，路德，你有去看他们，你有抱他们，你有亲他们，我都没有。然后夏天来了，我的心真的好不舒服，因为我也想宝宝放假了，可以现在去看，我不嫌弃肚子。那个是什么？他现在陪着这家庭好清楚的，知道了什么？知道他因为也哭，他也去呀、啊。你让他好好长大，别给他知道。不是你不知道，现在我和妈妈说话，杰西说：“妈妈，啊，什么时候我们去乌克兰？我也想看基督，我也想去看。我不想你呢，我不想看见，你知道？他还记得。哎呀。”去我们这边不混气，哎，哎，你看你自己看看，混气了之后，万一那个偏离那边安不安全？哎，有安全百分之百有你去，没有百分之百就不能去。我和他们有说话，他们说。他们的生活和以前生活一样，没有办法。没事。嗯，他们是这样子说。两年，他们现在好像可以说，没有办法。干嘛？有大家你不能生活，和以前一样。啊，那你自己是什么？以前过去那个月会节，你们两个还在你问你妈妈，你自己想好啊。我这个我都不知道，我知道问你们安全去，不安全就不能去，百分百安全就去，百分之九十九都不能去，我就忍不住了。啊，你一直啊，两个宝宝，妈妈，知道，我是他们的妈妈，你想我要他们不好？你们自己看，还有问你那边朋友，问你爸爸妈妈，都问好了，你自己看看，到时候。起来，爸爸放假的时候你们考虑。我也问一个朋友，他现在在我家那边，他说没有问题。还有一个朋友在俄罗斯，他说在那边有问题，但是我家不是那边。你就去一边问你爸爸跟你妈妈，最好。哦。我们想一下，因为真的心里好不舒服。好不舒服，但是没有办法了。不要哭了，这个我请好了，去吃，不要哭了，这个吃下去挺好，对，很不错。你就为鸡为鸭为马干，对吧？这些我洗好了，我来吃，来垫垫一下。没事，我帮我洗，没关系。我知道，你看。对，我们这个乌克兰这样子的冬瓜，我们不能吃，因为太硬。给鸭子吃，给猪吃。买不到，所以自己煮的买不到。